传闻有言呐、啊，夷陵老祖有翻天灭地、移山倒海之能。天子笑，我分给你一坛，当作没看到我行不行？玉脉通执法者，罪加一等。王爷，这魏公子是不是功夫不错？你们交手不分胜负。蓝湛，看我！你给我记住，阴铁的碎片和大幻山那块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应该不会忘了吧？找出来，带回来。我死后，必然化为厉鬼，日夜纠缠其神灵石，上上下下。反正在世人心里，夷陵老祖那些坏事情做也做了，就算是我现在跑出去喊一百个冤枉，只怕也没有人相信我。